普观大和尚。普观大和尚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亲传弟子，中国著名高僧，为峨眉山第十三代祖师。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为弘扬如来正法，重振祖庭，普观法师与果章法师一起被礼请到佛教南传第一站雾中山开化寺。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，广结善缘，整修庙宇，培育僧才。1998年，法师功行圆满，生死自由而圆寂作画，至今肉身不坏，盘坐塔中。